你们直接开始了吗？对啊，好，这是名字还没改啊。这个左边的人不是 M 加里，右边也不是 Ash， 这是 Winner Final， 由 Dixie DDD 打 Bing Daisy， 改一下名字，他们已经开打了。Dixie 先要代替那个没有来的 Red， 那 DDD 成功进入 Grand Final。萝卜是比那个刺球强的，无敌关东煮。不怕关东煮的脑袋。啊 ，percent 虽然说差了蛮多的，不过弟弟弟本来就是要活到150以上，不然的话那命都是不划算。因为弟弟弟的女主不好赢，他就要靠自己的重量让自己不会早死，然后用 rage 把对方杀掉。哦，还活着，不过是好死了死了，此前吃了个关东煮。抓到滚后丢，用屁股撞刺球，进不来。Daisy 只看，哇，开一次就59发，只打好个点了。闪了一下，被抓到 up tilt， 交换率，交换率，先承受后加血。每次丢刺球都被打，哇，那个泰山压顶，哦丢，抓捕还不够，但是又吃个关东煮，今天是关东煮特餐了。抓跳，哇，直接被肚子上的肥优给碾在地上，追平了比数。还一整波，我想要吃萝卜，但是吃高跟鞋吧。是安全的那张，臀骨撞击，三六，这个 percent 其实很难讲啊，因为弟弟顶有几下非常非常重，哇，大失误，他本来是瞄边的，没有瞄到，这个上得来吗？并完全没有被任何一下的硬直给骗到，啊，吃关东煮。Dix 也知道那边不能放盾，哎，能再吃一下吗？波及拳，哦，根本不符合物理。等内尔打到反向，弟弟再多活一下。妈死了，死了我 overkill。 这是 BO5 吗？对啊，并1-0。并呆呆呆，第二场
看，就拿到一个撒旦先生。不过 Dixie 开了一波73的领先呢。手丢104。哦，漂亮的 carry， 直接一个大臂攻击，不过被接到了，接萝卜，安全的背，哇！被抓到一个贝尔的机会， Dixie 领先一命，领先一命，而且 DDD 还看起来可以活下。现在贝尔 Sweet Spot 中，如果不是抢边，宝宝都不会死。DDD 的重量抓到着地，盆骨发射，屁股发射出去，订单对面按着盾不敢进来，这 four kill， 盆骨射击，一个完全的持续判定，对抗波冷是很棒的一个选项。那个手空，再被打到一个强悍贝尔，没有中。哦，这个是好险 ，DDD 有脂肪装甲，一般人早就死了。再一个贝尔，比数虽然接近，不过 DDD 很重。再一个鱼花射击 ，OK， 手边。好，看得很准，阿 Q 不给你，阿 Q 是 DDD 很好的结束技，不过跳被抓到，贝尔出去定领先，来一波，平台稍微中断了一下，不过继续，好吧，失误了，跟萝卜一起吃，哎，再吐出来。破译已经碰到萝卜，萝卜会坏掉，冰冰箱打丢贝尔，屁股火箭那惩罚那个贝尔，打丢空前抓魂，后丢手边，并拿回小力优势，一力撞击。哦，糟糕了，撞到脑袋开花，2-0。三场决胜点了，一个 parry 接有没有连在一起招式，一直后退，不过还是被 DD 找到一个空隙接抓，给你自己吃关东煮。内尔接当 Q， 接个抓，下丢空前吗？没有抓，
弹，但是距离不够。有猜到闪，但是弟弟的角色的技能不够，对不到那个位置。Four Tail 打出场外，这个萝卜。我在哪里呢？哦哦哦哦，滚进来一个小胖猪，170，哦，脂肪撑在那边还不够，哦，抓到外闪，有帝国火箭，开一波。够啊，这是一趴，我们打多少领先分数呢？抓到跳，还算止血止的蛮快的，41%没有很多，对弟弟比来说。菊花火箭，这很多墨西哥食物被使出来的造型。下丢空前。马上离开平台，哇，连续两个但小天没打到，哦，一杆进洞，老虎舞姿，菊花舞姿，没有打到，下前丢，哦吼，这萝卜和一巴掌，要选哪一个呢？对 ，Flash， 别犯错。我一直给你打远距离战，还有飞弹，还有屁股火箭。哈哈哈，根本看不出来发生什么事，弟弟就被揍飞了。哦，我也抓到的是病，但是也是弟弟。你把火箭，着地的时候紧张了一下，下闪被抓到。我154啊，就是 Dixie 胜负最后一命，有办法赢吗？哎，打到一个 Fair， 哦，是个关东煮，哼，你看我的截止性很好，这菊花火箭。好，我看库特吗？哎，阿森库特帮我问一下，看一下他们打完了。